Bikin bacang ala Taiwan, jadi daunnya rendam dulu. Berasnya dicuci bersih dan direndam kurang lebih 5 jam ya. Soalnya semakin lama semakin bagus. Dan cara nyucinya seperti ini. Dan ini kacang tanahnya juga nanti direndam ya teman-teman. Untuk isian ada daging babi, jamur, ebi, dan telur asin. Telur asinnya cantik banget. Ada beras ketan yang sudah direndam dan dicampur dengan kacang tanah. Ada daun bambu, ada tali pengikatnya juga. Dan ini semua adalah bahan-bahan untuk membuat bakcang ala Taiwan. Ini si Ama lagi ngajarin si Titi buat cara membungkus bakcangnya ya teman-teman. Nicole, Ama cao ke ke le. Nicole, ayo. Ini 你就必须这样，好，两只手撑在上面，撑在底下，好，折对折，没有没有，你对折的时候必须这个比较短，这个比较长，嘿，好，对，折的时候，你假如这样子。 是不是比较好？但是我试一试，而且比较短，这个要比较短，来，这边要短的。好，你看哥哥怎么折？你这样子会一样长，对，要比较短，不然你会不好，最后不好折。是说这个比较长，而且你只能折在这边，折在三分之一的地方。阿妈，照哥哥怎么弄？你等一下。 这样你会很小，这个杯子会变得很小。你说很，你说二分之一啊？不是这个的二分之一，是这一个的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就对了。你必须是这样，这样子而已。嘿，你必须是这样，不能够这样。嘿，啊，这样你的杯子才会够大。你要让你的杯子够大。 杯子够大，等一下，先让哥哥做。杯子够大，哎，阿来，你的不对，你的杯子太小。我也帮你做备好。耶！但我突然想不打电动。这样，你也行啊。这样杯子才够大，杯子够大的时候是这样拿。 是这两四只在这里，这一只在这里，拿这样，要拿起来，对，来放进去，对，来，好了，放进去这边，一片香菇，用哪一个？随便拿一个，一片香菇，一块肉，它有没有再小一点的肉再给它放进去？ 不是香菇，是肉，不是香菇，是肉。对，再放进去，再放一点点虾仁。对，好，再放咸蛋，那边有咸蛋，再一片咸蛋，放好，再放进去。好，再来放一点米，啊，一定要放在这边才不会掉，因为不然你的米会掉。 啊，手要，嘿，甩一甩，对，啊，米要勾一勾，嘿，但是你的米很那个。
花生太少了，你就拿几颗花生给它摆一摆。拿几颗花生，拿花生就好了，你拿花生就好了，拿生花生放上去好。对，好，那这样子就很对，你就给它折起来。对，好。对，折完了以后，这里。要不要这边？来，你的手要这样，那这样，然后来折起来，对，好，捏捏一下，哎，不对，来这样吗？你这样是对的哈。再来就折起来哈，这边要折这样。它会折纸，不要折。这样子，好，来，你这个手这样，对。它靠近，你要靠在这里，因为万一你打翻了，它就不会掉得满地都是。打成三角形，你要捏成三角形，上面捏成三角形。想办法把它捏成三角形。对，已经成型了。好，用绳子，那一条绳子。哦，你速度很快啊，用臂弯速度很快耶。吹落，用力拉，用力拉，再用力拉，哎，啊，再绑哦。这边穿进去。对。拉紧。拉紧。拉紧。对。拉再紧，对，然后呢，再绑一次，要绑一次一个可以拿的蝴蝶结，拉一个耳朵起来，对，没关系啊，到时候用剪刀剪没差，拉没关系，拉紧再绑一下，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用蝴蝶结，先把它拉紧一下，好，再绑一个，再打一个结，打两个结，漂亮，那你不错啊，来喽，哦，哎，你厉害呢，你不错呢，虽然你这边有一点松，但是阿妈我第一次播的时候好走，你比较漂亮，你比较厉害，你第一个哎，你拿这个，抓着，这一手抓着，这样。稍微拉一下，再转一圈，好，你就把绳子穿进去，就一个洞穿进去，穿这里才对。不动我了。从这边压，从这边拉，你怎么用力拉？对呀，再用力拉，对，拉好的，你再转过来。对，就绑。没有，不要绑。转过来，从这里穿进去，手指头从这里伸进去，拉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转过来，好，这样就好了。有没有看到？啊，你要有记号，我阿妈给你弄个记号。有的人不太会折这个三角形，啊，我都觉得折三角形很容易啊，为什么不会折一下？我刚开始也不会啊，用很久在说，阿妹一直教我的。奇怪哦，啊，有很多人就是学不来这种折这个三角形，很多人学不来啊，我一直搞不太懂为什么。看影片上面看起来很简单，我自己来我小时候只是看我们隔壁的欧巴桑，他们折，我没有问他们，我马上会折。所以我就觉得啊，折那个不难啊，所以我们邻居的阿上看到我包粽子都吓一跳。我那时候才13岁。嗯。啊，我会包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去帮人家接生，她没空，啊，东西就摆着。那我想说啊，摆着我就帮她包一包好了，包完了就帮她做一做。结果我妈回来呢，邻居的阿桑就跟我妈说：“哎，你好命啊，你女儿帮你爸爸粽子都包好了。”因为那个是悠悠不喜欢吃栗子。哦，对。不然，
不然我以后会，以前我都会包花生、栗子，还有那个什么。Karena kita sudah bungkus, waktunya untuk masak pacang. Jadi kita pakai panci presto. 水太多。太多。Dan kita akan masak selama 50 menit karena kita pakai panci presto ya. Kalau panci biasa itu bisa berjam-jam ya teman-teman. Dan bacangnya harus terendam penuh dengan air. Nah, saatnya kita masak.因为它这样就可以关了，没关系。好，先让它滚了，我们看它冒烟了哈，再转成中火。好。嗯，bacangnya sudah jadi teman-teman, begini nih penampakannya.